以后一定要记得及时拔钥匙，要不然真遇到坏人，那该多危险呀！珊珊，这怎么回事呀？妈妈，我刚才忘拔咱家钥匙了，是这阿姨提醒我的。怎么这么粗心呀？谢谢你啊，美女，不客气。哎，我看你家新装修的，能进去参观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请进。哎，姐，你家这两个灯可真漂亮，我喜欢。那行，姐，我就先走了。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没事常到我家来坐坐。珊珊，今天表现很棒，妈妈平时教你的，你都记着了。